咱们来看屏幕，这个是医生和病人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先看这个看前面去说医生说病人这方面啊。The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attending the medical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s feel that they have not received adequate treatment unless they are able to carry home with them some tangible remedy in the shape of a bottle of medicine, a box of pills, or a small jar of ointment. And the doctor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is only too ready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这句话比较长。但是呢，你就是个并列句嘛。我们看倒数第三行这个 and 并列连词引导两个并列句。第一句话呢说病人，第一句话比较长一点啊。然后呢，这个第一句话的主语是病人中的大多数 ，the majority of the patient， 这是主语啊。然后这个带下划线的白颜色的地方呢是后置定语 ，attending 非谓动词当后置定语嘛啊，就是到我们医院的门诊部来看病的病人的大多数，主语完了。好，主句谓语动词是 feel， 是觉得，这大多数都觉得是什么呢？后面的 that 开始一直到 ointment 结束，这整个黄颜色的都是个巨大的一个巨大的宾语从句，最后 feel 的宾语，觉得什么呢 ？They have not received adequate treatment， 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好了，然后 unless 嵌套在定语从句内部的一个条件状语从句，所以 unless 开始一直到这黄颜色的 ointment 这结束，这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句，除非怎么样？除非 they are able to carry。他们能够带回去，你看这 carry 后面宾语应该是什么呢 ？Some tangible remedy 一直到句末，因为 carry 是及物动词嘛，对吧？但是呢，我们先说了两个状语，一个是副词 home， 注意这 home 不是名词了，是到家或在家，是副词 home。第二个状语是 with them， 为什么先说两个状语呢？因为 carry 后面的宾语太长了。我们多次说过，在及物动词或者介词之后，如果宾语长状语短。咱们习惯上先说状语后说宾语，这个又看到了吧 ？carry 后面先说一个状语是副词 home， 再说状语介词的 with them 带回家一块带回家什么呢 ？carry 后面宾语在这儿呢 ，some tangible remedy 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药物。什么药物呢？后面那个带下划线的 in the shape 到去一直到 ointment 这结束，这个部分明显是后置定语修饰这个药物。in the shape 表示以某种形式构成的某个东西，哎，比如这样一个形式，一瓶子。药啊，什么一盒药片啊，一小瓶的药膏啊，等等等，哎，这个如果他们要不给大夫不给开的药的话，他们就觉得没有得到充分治疗。这解释为什么咱们这个病人迷信药瓶子，他们觉得你不给我开药白跑一趟啊。这个，哎，医生呢，医生也乐意。你看 ，and 引出病例句 ，the doctor 这个医生们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就是那些这个部门的那些医生 ，the doctor 不是特指是类指了。我们说过，单数前面加定词的可以表示一类人。就是这个 department 哪个地方这不有吗 ？Outpatient department 门诊部吗？门诊部的医生们实在是太愿意了，直接给他们开这些他们需要的东西。Be only too ready to do something 就非常乐意做某事。为什么这个 too 翻译成非常愿意，非常非常怎么样？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说。哎，这整个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下面看看词法的一些细节。首先我们看这个 attend， 它本身可以表示出席到某个地方去，就是到门诊部来看病就好了。你像 attend meeting 是表示来开会的出席会议啊。attend 如果在跟一些固定搭配的时候呢，往往可以省略冠词，而且必须省略冠词。你看，比如说 attend college 上大学，就类似于 go to college 不加那个 the 一样。attend church 去教堂做礼拜，就不能说 attend the church。attend hospital 去医院看病，类似于 go to hospital go to church。强调这些。名词它的功能的时候，前面一般就不加冠词了。但本文中到门诊部，这不是属于这种固定搭配，也加上冠词。好，本文中说门诊部 outpatient department， 它来自于门诊病人这个词。我们中间 out 和 patient 中间加不加连字符都行，那拼成一个词，或中间加连字符 out 后面加连字符 hyphen 也行，都是门诊病人。大声读加 outpatient， 门诊病人，门诊部呢？叫做 outpatient department， 正规的表达里面 outpatient 后面用单数更常见一些啊，缩写呢更常见了，就 OPD 三个字母，知道 OPD stands for or is short for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好吗？还有住院部，那门诊病人叫 outpatient， 那住院部的这个住院病人呢非常好记，把 out 换成 in 就好了，住院病人不住在医院里边不走了吗？注意不是不耐烦的哦。不耐烦的那形容词是 I am， 这是 IN 开头的，区分开，重音在前面，大声里面 impatient，
就是住院病人。同样的，住院部叫 The Inpatient Department， 缩写叫 IPD。 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大红字OPD IPD， 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还有一个叫急诊，就不叫急诊部了，急诊部叫小，叫急诊室或急诊科。在美国一般用 Emergency Room， 咱们缩写用 ER， 看到 ER 就知道是急诊科或急诊室， Emergency Room 就好了。这是医院中几个常见的，所以这个常识可以记住了。就说到我们医院里边啊，门诊部来看病的病人，然后主语完了 feel 谓语动词，后面加宾语从句。That they have not received adequate treatment， 他们觉得他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这是老知识复习了，讲过无数遍了。从三册就说 receive 加名词是受到、得到或遭到。因为同学们说受到、得到、遭到形容被动嘛，受到侮辱 be insulted， 被表扬了 be 是什么 praised， 得到支持 be supported。但在书面中更喜欢用 receive 加名词，你比如说 receive praise 得到表扬， receive abuse 遭到了谩骂，注意 abuse 名词发死声音， receive support 得到了支持， receive insults 遭到了什么侮辱， insult 可以表示口头的谩骂侮辱，对吧？可以这么来说，这是得到了、哎、遭到了，倒霉的事就遭到了。再比如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receive a warm welcome， 对吧？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在本文中得到了充分的治疗， receive adequate treatment， 得到充分治疗。得到了良好教育， receive good education， 得到良好教育。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受了重伤，遭受了重伤嘛， receive a serious injury， 对吧？可以这么说。或者我们说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receiv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receive 的受到大量的关注。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也能说 receive wide attention， 把 a great deal 换成 wide 也行，得到广泛关注。这个是有课文为证的，比如咱们看三册的第八课，新三册第八课。These young people who love the peace of the mountains always receive a warm welcome at St. Bernard Monastery。 这些年轻人喜欢山区的宁静，在圣伯纳德修道院总能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欢迎。再比如三册二十三课。No creature has received more praise and abuse than the common garden snail. 没有任何生物得到的表扬和遭到谩骂能超过常见的花园蜗牛了。这个得到了表扬 receive praise， 遭到谩骂 receive abuse， 这可以同时记。再比如说三册的第三十一课，得到了广泛关注，就是可爱的怪人那棵树。This exhibition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the press. 这次展览得到了新闻界叫 the press， 广泛的关注。因为尽管呢它被认为是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其实它是迪基自己画的。这是 receive 加名词这个变化。好，再回到剧中。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得到充分治疗，除非 unless， 他说 they are able to carry home wisdom， 这个 home 和 wisdom 是状语前置。然后宾语是 some tangible remedy， 就是是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这个药物， remedy 药物疗法。这个在这是药物就好了。这个 in the shape of 是固定搭配，叫以某个形式来构成的。有的时候经常可以把 shape 换成 form， in the shape of， in the form of， 以什么什么形式，在这不是形状了，是形式。比如说 help came in the shape of $10,000 loan from his parents， 帮助来了，用什么形式呢？用从他父母亲来的是这个以$10,000贷款的这个形式来的，十个千一万。但是我们翻译成中文这么翻译别扭，干脆我们不能用帮助做主语，帮助是个动词，在中文中谁帮助啊？他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亲以$10,000借款或者是贷款这个方式来帮助他。父母亲说你长大了这钱爸要再还给爸爸妈妈，他的父母亲用$10,000贷款借款的形式资助了他，就这么一个，以什么形式。再比如说 We haven't received proposals from him in any form，或者 any shape 都行，我们没有得到他任何形式的建议。得到建议依然是 receive 加名词，那个以任何形式 in any shape 或 in any form 都行。这个到了未来46课还会碰到类似的句子。比如说我们看一看这个274页的第15行，274页的第15行。 There's no superior day in the shape of management and hotel hierarchies to darken his holiday days. 在那个地方，就露营的地方呢，没有那些更高级的所谓的他们，哪些他们呢？就以这种形式来构成的他们，什么管理层啊，
是什么酒店里的什么统治者呀，这个 hierarchy 可以表示这统治阶级、管理层、领导层，就是那个在酒店的管理层或者这个警道的，就这个酒店那些老板呐、那些领导啊，那些所谓地位更高级，他们来让他本来很开心的度假的日子变得灰暗。就在露营地里面，大家都是来露营的，地位是很平等的。但在酒店里面呢，经常一些什么地位很高的人呢，让我们觉得，哎，日子变得昏暗了。就这个 ，in the shape of 以某个形式 hierarchy， 既可以表示等级制度，也可以表示领导层，这个就行 ，management 就是管理层就好了。这以某个形式来存在的。本文中是以什么形式呢 ？A bottle of medicine， 一瓶的药 ；a box of pills， 一盒药片 ；or a small jar of ointment。ointment 是药膏了 ，jar 小瓶子，一小瓶药膏这个形式，这个来拿到。否则的话，他们就觉得没有得到充分治疗。这病人太多，医生呢 ？And doctors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就是来这个主管门诊部的医生们 ，is only too ready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 requirements。而那些这个医生们实在是非常愿意给他们提供这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这里面出现了 too 这个结构，咱们最熟悉的是太怎么样而不能。比如说 ，He was too excited to say a word， 他太兴奋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结构，叫太怎么样而不怎么样。这个 too 隐藏着一个否定，但是在本文中呢，你不能反映他们只是太乐意了而不给他们提供这个药。你太乐意怎么会不给提供呢？所以这个 too 要注意翻译。在本文中要翻译成做某事非常的如何，做某事求之不得。在什么时候该怎么来翻译呢？我们在第一个 TO 这个 to 后面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些类型的形容词的时候，一般要翻译成做某事非常如何。哪些类型呢？仔细来看一看本文中，看是不是在里边啊。第一种就是表示高兴的 glad, please 等等，很高兴的，很开心的。第二种乐意的，愿意的，你看本文中出现 ready 这个词了， ready, willing 就乐意的，还有 prepared 等等，乐意的啊。 easy at 容易的也是，还有 eager, anxious 急切的。我们注意表示高兴的、乐意的、容易的、急切的、焦急的。这个时候在 to 后面出现这样的形容词的时候，一般翻译成做某事非常如何，求之不得了。本文中是第二种 ready， 对吧？我们再看一些例子。Beginners are too apt to make mistakes. 这个初学者很容易会犯错。这个 apt 属于刚才四种里的第三种，叫易于的、容易的，不能犯太容易了而不会犯错，很容易犯错。She's too willing to marry him. 不能犯的太愿意了而不想嫁给他，他嫁给的男的求之不得，非常乐意。对。那么本文中 only 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记住，在这个做某事非常的如何，一定是这个含义啊。to 表这个含义的时候，经常用其他的副词进一步加强语气。用哪个呢？常见的是这三个 ：only、all 和 but。但是注意，这个时候这三个词都是副词，都不翻译出来了。不要翻译仅仅呐、全部的、什么但是啊、除了，没有这个意思，不翻译出来了，还是非常怎么样？注意这三个词经常可以用某一个来进一步加强语气。本文中用的是 there are only two， 就是非常，依然是非常。咱们再看一些例子。I'm only too pleased to help you， 我帮助你非常高兴。这个比单独 I'm too pleased 语气要略强一些，但翻译起来几乎一样。only 就非常非常，加强语气，而不要翻译成唯一的。那再比如说 they're but too glad to do so， 他们非常高兴这么做。这个 but 加不加都行，加上 but 之后语气更重一些，但不能翻译但是或者翻译除了，这都不对，它语气词不翻译出来了。下面这个句子出自我们新概念三册的第37课，开往温斯顿海湾的快车。你看这里面出现 It's all too easy to blame the railway authorities when something does go wrong， 当事情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责备那些铁路当局。 It's all too easy 不能翻译成全部的很容易哦，哎，就是非常容易。另外你看里面 pleased高兴的属于第一类， glad 属于第一类， easy 容易的属于第三类，都属于咱们四大类。再回顾一下，高兴的、乐意的、容易的，还最后急切的、迫切的，这是固定搭配，这 to 的翻译方法非常讨厌。还有几组容易翻译错的，咱们不妨放在一块来看，就是这个 cannot 或 can never 什么什么跟 to 搭配，这容易翻译错。
很容易把它翻译成不要太怎么怎么样，而它得翻译成太怎么怎么样也不过分，你不可能的太如何如何。这个太抽象，咱们看一些例子吧。比如新概念二册的第41课，新概念二册的第41课有这么一句话， A woman can have too many hats， 这个怎么翻译？注意不要翻译成一个女人不能有太多帽子，而是表示一个女人有再多的帽子也不嫌多，多多益善。为什么呢？字面意思是一个女人不可能有太多的帽子，再多也不可能会太多，就这个意思，而不要翻译成女人在这个这妇女不能有太多帽子，这个容易翻译错。那再比如这句话，还是在二册的41课里面， A man can never have too many ties， 一个男人领带再多也不嫌多。 cannot can never 意思差不多， never 语气更强了，但是这个 too 也是注意翻译，别翻译成这个单独那么翻译，跟 cannot can never 放在一块儿，就是表示这个多多益善，越多越好。这个很容易翻译错，不光是我们，一些搞英文工作的人呢也经常会犯错。咱们再看一些例子，看看怎么来翻译啊。比如说看这个片段 ，It cannot be too strongly emphasized that mathematics is the basis of science。这个事情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就不可能过分的强调它，就越强的多越好。是什么呢？前面的 it 形式主语，后面带主语从句，数学是科学的基础，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就是强调的越多越好，就这么一个说是真理了。我们再看一些例子，比如说在双城记中的一个片段， Let it deceive them then a little longer, it cannot deceive them too much。原文中文是这么翻译的，那就再骗骗他们呢，再骗得更久一些，哎，不要骗得太过分哦。这个当时的中文翻译错了，那干脆就再骗一骗他们，再骗得更久一些吧，再怎么骗他们也不过分，这帮家伙太可恨了。 It cannot deceive them too much， 你再怎么骗他也不会骗得太多，这个意思，这个容易翻译错。我们再看在第三帝国的兴衰这本书中的一个句子，我们拿出来看一看，这个也是当时中文翻译错了，你看这怎么翻译啊。 As for the time of attack, Hitler told him his reluctant generals, the start cannot take place too early. It is to take place in all circumstances this autumn. As for 是对于了，对于开始进攻的这个时间，希特勒对于他那些勉强的不太乐意的那些将军们说什么呢？这个开始原文翻译成不要开始的太早，这个翻译的错了。什么意思呢？这个开始的时间再怎么早也不会太早，不可能太早，就是开始进攻时间越早越好，无论如何今年秋天必须发起总攻。 In all circumstances 就无论如何的意思，你看这不能翻译成不要进攻的太早，进攻开始越早越好，为什么？再早也不会太早。这 cannot can never 跟 to 连用，注意很容易按照字面把它翻译错了。这是 to 的几个特殊翻译方式，咱们要注意。那么后面就说了，那门诊部的医生呢，实在是非常乐意给他们开他们需要的东西。These requirements 这些被需要的东西，就是刚才那些什么一瓶的药啊，一盒药片啊，一小瓶药膏，这个东西直接给他们就完事大吉了。那下一句第四句的逻辑又是，那又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夫愿意给他们开药呢？为什么这么做呢？咱们看第四句话进一步解释医生这个动机了。